这首歌还蛮像李宗盛大哥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很像，对不对？很像哈，只是很像而已啦，很像而已。而我写中文歌也不是我愿意，每次就是其实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，就是有些时候啊，你要妥协一些事情，对，要妥协一些事，就是你要放 KTV 才会有人唱，然后才会赚钱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有没有赚钱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也没有卖得很好啦，说实在也没有卖得很好。好，流浪的歌，流浪的风，好，流浪的风，这也是在那个这个泸沽湖那张专辑哦里面才有，但是千万不要问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 CD？ 没有，我没有 CD， 我没有 CD。然后我觉得在网络上买比较快哦，比较快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再带来另外一首歌，这首歌也是新歌哦，是新歌，从来没有发现。没有发行，这首歌没有发行，这首歌也是我的创作，它是在我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太无聊了，就开始写歌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又开始写歌，我已经几年没有写歌了，从2013年到现在，几年了？7年了，8年了，对，很久没有写歌，因为中间有发生了很奇怪的事。就是我自己的事。然后这首歌是在疫情的时候写的，然后我在花莲，然后就看着海，然后有星光，星空，哇，很漂亮。然后于是我写了这首歌叫《星光》，对，星光，花莲的海，漂亮。有没有去过花莲？有哦。有没有去过东大门夜市？有哈，有没有？有哈，有没有看到我？啊，没有哈。其实我也在里面唱歌啊，对，我在那边当街头艺人，但现在不能唱啊，现在就只能够哦，待在家里这样。来，我们带来这首就是《星光》，掌声，谢谢。心房住着精灵的模样，飘摇着多耀眼的星光，你像一颗永恒星光，照耀着属于你的梦。你的眼神真的如此的明亮，遥望着远方诉说爱的能量，在那遥远的星空下住着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花海绽放，点亮希望，沉默的树立在你我身旁，在那遥远的星空下。
远望着夜里的海洋，乘着翅膀自由飞翔，快乐的为梦想点燃光芒，照亮困难的家。你像一个勇敢星光，照耀着属于你的梦想，你的眼神曾如此的明亮，遥望着远方诉说爱的能量，在那遥远的星空下走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花开绽放点亮希望，生活的助力在你我身旁，在那遥远的星空下这片美丽的海洋，乘着翅膀自由飞翔，快乐的为梦想点燃光芒，照亮温暖的家。绽放点亮希望，快乐的为梦想点燃光芒，照亮困难的家。谢谢。星光。哎，这首歌的第一次就送给你们了呢。哦，哦，这首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首歌真的是在疫情的时候，我写了两首，一首是《星光》，然后另外一首好像是叫什么《渴望》，渴望那首歌没带来。好了，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为大家表演啊！我不时的偶尔会来天花村啊，然后也谢谢我们的这个郑杰任老师啊，阿郎里多，郑杰，他每次都会找我说：“哎，阿飞，下个月什么时候？”这样哦，好啊，嗯，反正我没事，这样，那我就来了。好，星光。